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也不难行。阿边上阿边就行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现在谢谢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语音小同事您定请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。来，咱继续看政治新闻吼。这个卢学忠凭这个。中研会，中研院啦吼，黄国昌呛无知啦，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中央通讯社，台北十二号电吼，就是昨昏电报的啦吼。那么内容伊讲，立委卢学忠今日表示啦。中研院的直属总统府，应该属着总统府的这个幕僚啦，却伫个学问了后，对总统啊来呛声，违反着行政的这个伦理。中研院副研究员，这个黄国昌下晡伫个民事的伫铺文，会呛卢学忠。无知啊！那么，立法院司法以及着法制委员会召集委员卢学忠，今日考察中央研究院组织
改造后原业哦，人员的这个额度了对，吼、哦、原业编制以及着业务绩效提升进行一直的讲，讲什么？伊讲哦，中研院直属的这个直属总统府啦。那么总统马英九学问了后，到中研院被抗拒、呛声，有违行政的这个伦理啊。那么伊伫个讲啦，安排考察中研院绩效，如果绩效不彰，爱考虑删减这个预算。那么另外，卢学长回去立法院了后，对外界质疑啊，考察是不是讲针对参加学运、学生运动，吼、哦？那么黄国昌，那么卢学长伊伫咧讲啊，即回无谈到即个中研院的即个存废啦，哦，存呢啊个废掉了着，要留也是废掉。那么中研院应该延续来发展。那么这一边嘛，毋是讲为打压个人呢？黄国昌无这样伟大啦。不过黄国昌下晡四点伫个民事破门呛卢学长讲无知安尼啦。那么黄国昌破门伫个讲啊，家己当初是自愿为副教授降转为助理研究员。进入中研院啦，那么将来无将家己定位成总统，伊会即个无聊啊。那么黄国昌还佫强调家己无乱政，哦，个人的即个研究表现，学术界自有评价啦。确实的是呐，哦。被迫离开中研院，台湾社会嘛一定会害，还佫有我用的这个用心的呐，用的讲继续努力伊的这个所在安尼呐。哦，这是黄国昌破文有价值安尼在讲啊。对不对？迄拢无要紧啦。我本来我就想讲，我都无熟到这个总统府的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哦，啊，要安怎拢无要紧啦。哦，你若无迄啰，我离开中研院啊，是不是安尼？社会还佫有法度人，哦，用心啊，对不对啦？用稳我，对不对啦？当然的咯。啊，倒一个敢甲你阻挡，对不对啦？好嘞，咱讲到这结束。其他的像个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